牧马人的解决方案，重点是这个东西啊，我们也在讨论这个牌子啊，帐篷也可以，但这可以洗澡在里面，旁边放油桶，它是用架子的方式的啊。现在我们很多都用顶在上面，但是架子这种有点像老的 Defender 那种高吧。哦，也是 Washington D 的，我靠，这个备胎，两边油桶，这个是我刚刚看到，这个比较有意思，刚刚发现可以轮胎这里放个架子的，到了地方就这很实用啊。那我不会在上面煮东西了，但是哇，然后太阳能板可以这样用的，单独拿出来给东西充电。嘿，这个架子有意思啊，这个叫这个 OK， 很喜欢大脚巴嘛，这个人这个大脚巴的，这个弄的哇，四人帐篷三人帐篷。